我生日快乐了吗？祝我生日快乐了吗？祝我生日快乐了吗？祝我生日快乐了吗？哎呀，这第一点呢，先送蛋糕的人一个吻。哎，完事儿了。第二点，准备点蜡烛许愿。来，哎，喂，老流氓啊！你说啥？老流氓啊！你再说一遍，老刘，你忙啊？哎，这么说话就对了。这个刘和忙不能连在一块儿说，连在一块儿说那不作风问题了吗？我听出来了，你是老王吧？你质疑我的话，我就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了，叫老王。老王，你有事儿啊？啊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咋样？三个儿子都回来了吧？啊，那个。都回来了！哎呀，不管三个儿子回来了，把家属都带回来，老热闹了。都回来了，但听着清静啊。那对，刚才不都热闹都累了，歇着呢。再说我打电话得保持安静啊，对吧？不像你一点礼貌都没有。还得懂礼貌啊。那行，我挨个问候一声，先让你长子接电话。哎。卡碟了，哎，我这信号很好，听得很清楚。你等一下，那个老大呀，来，你王大爷电话。喂，王大爷，王大爷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没你事儿，叫老二接电话。老二，那个王大爷电话。阿梅，王大爷，王大爷，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。你好、哎，也没你事儿，叫你媳妇儿接电话。喂，王大爷吗？王大爷，你好。小嗓给逼出来了。喂，这样把电话再给老大。喂，给老二，喂，给你媳妇儿，喂，再给老三，然后你们集体唱生日快乐歌。那个，祝你生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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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啊，老大和老二在前面唱，二儿媳妇跟老三呢在后面伴舞，你们就跳那个小。故意的是不是老王头？路过，给我站住！进来自己把门带上。哎呦，都在呀！哎，老大，坐下啊！哎呦，老二，你好！哎呦，二儿媳妇儿，来，往那边，哎，去一边去！哎，我坐这儿。哎呦，大孙子，来，哎，真乖啊！来，转个身上里屋玩去。老王头，你这是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气你干啥？有事儿你说事儿，有屁你就放。哎呀，你，这个老刘同志啊，要是没有人家老王天天陪着你，你会这么快乐吗？你可拉倒吧，我还用你陪？我从小我就很自立啊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哎呀，我还用你陪？哎呦，说什么？哎，用我陪？哎，你比我强吧意思啊？哎呦，哎，咱打上学考试的时候，是谁100分，谁不及格？咱俩别说体育课行吗？啊，有能耐说说语文和数学。课外知识我没兴趣，还课外知识，学习不好。我们俩毕业以后一起到了工厂啊，我当了班长，他呢当了学徒。那时候是不是我管着你？对，
最后不都退休了吗？嗯，再说了，咱在车间混了这么多年，哎，咱混个好人缘，哎，喜欢我的姑娘多，佩服我的姑娘也不少。我先处理对象，我先结的婚，我先有这儿子。我有仨儿子，你一个比你多俩。物以稀为贵，哎，从栽培学的角度讲，这一只一个叶就是比一只三个叶要好，它生命力顽强。谁说的啊？那一只仨叶那看的还好看呢。再说它辐射面广，辐射哪儿去了？现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我儿子啊。老大人民警察，光不光荣？老二白衣天使，高尚不高尚？哎，还差一个呢。差谁呀？老三呢？老三也挺好的，就是个搓澡的。搓澡咋了？不搓澡咋了？哎，老王头，你自己能搓澡，你搓我看看。哎呦，那叫为人民服务，最起码也喜欢，卫生部门，对不对？你可得了啊！老大老二离得远，这个我理解啊。那老三呢？离你最近，就在苏家屯搓澡，怎么也不回来看看你呢？这不过节，人多忙。你看，看看你能耽误多长时间，顶多少搓一条大腿。嗯，你说什么玩意儿啊？老王，给你少搓一条大腿，你干呢？哎呀，我干呢。我今天我过生日，你来就给我呛火，你是不是惹我生气？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，走，出去。玩不起了，生气了。哎呀，老刘，我来呢，就是想证明一下，你比我那仨儿子好呗。我的重要性。你啥重要性？看，生日礼物。啥玩意儿啊？500万。支票啊？彩票。你可拉倒吧，别老拿这彩票糊弄我。这玩意儿赶不上去年你送我俩蝈蝈好玩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一期啊我分析了半年了，肯定中。这句话你都说了半年，中了吗？太悲观啊，你得相信他能中，他才能中啊。中了你不要啊？我凭啥不要啊？对呀，一人一半，先想想怎么花。还咋花？留给儿女们呗。来，你可拉倒吧啊！你那是害了他们。那你说咋花？人这一辈子得有两次冲动啊！这第一个呢，奋不顾身的爱情啊；这第二个，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哎呦，我要带着你啊！哎呀，老刘啊，我要带着你，咱们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。那。我才不去呢，你一人去吧，我不想变葡萄干儿。我告诉你，你学那么多外语，你应该周游世界呀。对了啊，咱再带两台摄像机啊。最近有个挺火的节目叫爸爸去哪儿、那咱这节目啊就叫爷爷来也。对了，老王头，到时候咱俩轻装上阵啊。那天早晨6:40，楼下煎饼果子铺集合。好，检查装备以后，咱顺着丝绸之路一直往西，直到地中海。哎呀，这沿路怎么做这么多老太太都蒙着面纱？哎，这离女儿国不远了吧？老王啊，莫恋红尘。哎呦，看啊，大铁架子。哎呦，那是卖埃菲尔铁塔呀。那我得爬。哎呀。老王，来，我给你照张相。那儿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哎呦，打架了！不是，那是意大利人在踢足球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歇劲啦！晚上咱们吃烛光晚餐，咱们呢吃牛排，喝红酒。老刘、咱们干嘛不买一艘船呢？对呀、老叔你掌舵，我扬帆。老刘、船买便宜了、浪太大，弃船吧。金字塔太美了。老刘啊，但骆驼太
在哥定啊。没事儿，过了金字塔咱们就换敞篷吉普车了。啊，看九马，老刘把老王快照相了。对，老刘都做不到啊。那边就别照了。前面是海，危险。老刘，这就是世界的尽头吗？这就是好望角啊。老刘啊，咱在有生之年能环游世界知足了。老王啊，回家以后又有新故事给儿女们讲了。七十了，圆满了。时间到了，生日快乐。老刘啊，要天天不是老王陪着你，你能快乐吗？哎这谁这么没长心呢？破坏气氛，这水费电费不是都交了？就知道，王大爷，老刘，老刘，我爸呢？你家大腿，爸，怎么意思，大爷？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，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今儿您过生日，这是给您买的酒。哎呀，老王啊，帮我拿着拿着拿着啊。还有点心。点心，老王帮我拿着拿着啊。最重要的是给您孙子。哎，老王，来帮我拿着拿着拿着。还拿着他干嘛？哎呦，大礼包。哎，大礼包。哎，老王帮我拿着拿着。哎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来来来，里边坐里边坐。那什么，老王啊，真没你啥事儿，你先回去，要不坐不下是吧？好，再见再见。哎哎，好。哎呀。回来了就好啊。爸呀，啊，我有一个好事想跟你说说。你说说你说说。我现在跟我大哥二哥一样，也穿制服上班了。哎呦，儿子太好了，你不搓澡了？不搓了，改修脚了。该技术活，技术活。爸，不光我们俩回来了，大哥二哥呀都回来了，买东西去了。真好，你说你们回来啊，也不把孙子抱回来让我看看。我刚才不是给您了吗？我放哪儿了？不，我放哪儿了？我孙子，我爸呀！啊，您刚才是不是把孙子给王大爷了？我对呀，你说你等着，